测字占卜，未来一个月有没有机会财源广进呢？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斜杠人生嘛，所以我们的字面是这四个字，准备斜杠。从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未来一个月我有没有机会财源广进。现场的贵宾还有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你也来选哦，选一个字来测看看未来一个月你的钱财运如何。那请喽。准准，我是斜斜背背杠杠，我也是背背准备斜杠，都有人选了，哎，都有人选，每个字都有人选了。那我选财有才，我知道。我选鞋，鞋好，都选好了。那观众朋友，你也选好了没有？快点下手哦！好，我们要开奖了。好，我们从前面开始往后开奖。第一个是准，准是浩明选的。还有观众朋友，你也是选准的话，答案是老板批准升官加薪。那你的钱财有没有？当然是啊，老板都要给你升官加薪的嘛，升总经理。工作上财源广进，我给了90分。好，其次是背，背是主持人还有李老师选的，是还有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是选背的话，答案是情人用心，供应不断，供应你吃的穿的钱财使用的，那是情人的钱财，金桃花啦。这是从你的钱财从哪里来？金桃花，这把年纪所以是金桃花财源广进。没有情人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工作上啦，工作上赚多，自然情人也来了。这一定是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杠。杠的话呢，它的是乐透没中，彩券共估。抱歉抱歉抱歉，这个比较不好，这个只有30分。你是鞋。好，所以我们看一下鞋。鞋是孝安跟主持人选的。是。还有观众朋友，如果也是选鞋的话，答案是投资仕途。日进斗金啊，钱财方面100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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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林哥，谢谢。来来来，观众朋友请注意了，好玩大放送，免费索取紫薇姓名八字三合一命盘，免费送给你，每周还会再抽出3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有机会让我们大师面对面帮你清算。好，活动详情请上命运好好玩脸书粉丝团，就有机会中奖，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两位，感谢，好，感谢您收看，拜拜。年轻人，你在迷惘吗？听我一句话，少奋斗30年，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跟着星象趋吉避凶，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年轻的朋友，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